演技派女演员吴雅欣七日为知名表商开幕剪彩，以一身雪白裙装打扮典雅先生，厂商还特地送上一指对表给她，逗得她好开心。但令人更好奇的是，对表另一指男主人是否已经出现了呢？现在还没有人哎。对啊，可是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刚才虽然只是模拟的，可是那个情境是让我觉得有点很幸福的感觉。对啊，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到现在又还没有真正有一位男朋友是有一起有一个对表。对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很开心是我有了，那就是等待那个男生出现的时候，然后我可以送给他。吴雅欣直称目前并无值得送对表的人，而原本就很瘦的她却又在今日传出更瘦了。因为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唱过歌过的，那因为这次的游戏的关系，所以就是有帮他们唱了一首主题曲。那因为其实雅欣我自己本身对就是唱歌不是真的那么有信心。对啊，那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要进录音室之前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一个工作下来就觉得让自己压力有点大。唱歌并不是吴雅欣的强项，令她压力过大。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